欢迎收看《健康好简单》。我们每天哈不停的在工作，不停的在这个生活、运动等等哈。你的手脚，你有没有好好的保护它呢？哈，有些人呢脚哈会痛到站不起来，或是晚上睡觉睡一睡的手会麻到痛醒哦。到底手脚出了什么问题呢？哈，我们今天要来请教四位专家，欢迎今天的四位专家。好，我们的手脚是日也被操，晚也被操，吼，这个叫做台语叫做日也操，美也操，好，所以手脚可能会衍生出哪一些的疾病啊？请教一下阿娥姐，你有手脚的问题吗？我手脚常常用，虽然它比较短一点哦，但是也没有因为比较短比较节省能量哦，它还是会不舒服，尤其我们家我两个女儿嘛，小时候自己带。抱着小孩子喂奶奶的时候，他不喝，那我还要一边摇。好，那手固定一个姿势以后，完了，我这只手就不能动。那当时年轻也都不觉得怎么样，反正休息一下，隔天就是几杯瓦铃。越来越觉得年纪慢慢的孩子长大了，我的手到现在都没有好，还在这个还在痛，大拇指跟这个。可是我刚有问医生，他说这个好像不算是妈妈手，可是我就是妈妈，就是那种。抱娃娃带小孩到现在那个手都还是会痛，还是会痛，没有好，而且讲那个麻哦，麻有时候会是一种享受，哎，啊，就是晚上他已经麻了，你很想睡，还是要管他麻不麻，就给他麻了啊，要不然怎么办？因为我也没办法拿他怎么办？麻到什么感觉？麻到没有感觉，就是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，那我就只好把它放着啊，就让它放着，放到隔天早上，我把手这样子拎起来，那会麻到手没有力气吗？麻自然你就没力气，因为你就不想动，你就不会去用这只手。对，到现在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后遗症，孩子都很大了，我没有好。哎，简老师，像他这种算是妈妈手吗？妈妈手是一个通称呐，其实爸爸也会得妈妈手。我们妈妈手是通称，是其实是这个生母短肌跟外展母长肌。有没有这个侧脚？有没有看到这一个凹陷？哦，有。有没有以前那个香水还不是喷用滴的时候，滴在这个地方，嗅一嗅。对，脉搏的地方。这个地方，刚有没有看到一个洞在这里？很大一个洞。简治疗师，你的洞很大哎。因为我很瘦。有没有这个洞很大？像台湾有很多人都有这种手脚麻或痛的毛病吗？很多，其实这个看起来是妈妈手，所以有些人甚至会是职业病。像以前呢，我们在劳委会的时候，有一些人他们会申请职灾，比如说像那种早餐店有没有？哎，你知道一天要煎多少个那个什么荷包蛋？他就有一个人就一直负责煎荷包蛋。你会发现还有那种快炒店有没有？就发现很多人其实手都会绑一个，他们都是自己救济，他们都用一个护腕，对，自己这样绑着。对，其实很多人就会这样去申请职业灾害。还有我们记者，其实我第一次看到啊，我们有一次。有一个很资深的老前辈想说，哎，你手是怎样受伤吗？因为他那个用新的那种护具有没有这样戴着，就干嘛呢？就原来也是，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打，我们现在打那个这叫笔记型电脑，它本身其实不是很符合人体工学，因为我觉得一般的键盘式的就很好打，可是笔记型的电脑有时候太小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的动作很不正确，久了之后呢就会痛，所以你就发现，哎，怎么大家在戴这个？后来终于有一天轮到我自己，但我觉得我绝对不是因为操持家务啊或什么之类的，纯粹就是因为电脑打的可能姿势不对，再加上去购物或什么提东西太重，可能是购物提东西吧，也有可能，因为我最严重的时候它痛到什么？痛到就是你觉得你连扣那个内衣的扣子扣不起来，都你没有能力去扣它，哇，你就会觉得好痛，因为这样子就好痛，我没有办法，然后才知道啊，原来不是妈妈也会中妈妈，真的呢，所以他的年龄层其实蛮广的，好，他不一定要当妈妈才会这样子啊。我们通常在门诊的话，要确定诊断的话，通常是痛大概是手腕这个地方，然后我会做一个简单的动作，比如说他说手痛，我会稍微把它这样提一下，病人才会痛到跳起来。那个就是了。那阿娥姐，你现在还会吗？你知道我碰过一个医生跟我讲说，阿的底疗没后啊，你跟他和平共存。那不知道是他的念力告诉我和平共存还是怎么样，我有时候会忘记他的存在。可是我会突然一个动作说，他又痛起来。可是刚刚医师讲的那个动作，我想我应该还没有。这样子提一下，这样提一下就很痛，那就是妈妈手。那如果是，我好像还好，轻微的，就是扣起来。这样扣起来往下压是不是？这样有点凹，提一下，就是这里。对，因为上触电的感觉在这个地方。对对对。那我没好啊。好痛哦。
又来了啊！哦，对，很痛是不是？对，像触电一样，一条筋，哦，痛哎。痛啊！哦，那所以我刚刚伸展开来的时候，就这样子。基本上这个是比较偏拇指这个地方，有一些手腕的地方是在小指的这一侧，这个也会很多人这个地方是这边腕隧道正道群是这个地方，是这边。哎，对，所以这个叫做桡侧，这个尺侧还有中间的都有可能，哎，这些都会是好。所以什么样的固定动作会造成妈妈手？我们会当初会取这个俗名叫妈妈手，是因为有没有妈妈做家事的时候有没有？有时候抱小孩子一抱这样子。抱着这个大拇指往外展，展开来，有没有抱着撑着他的头？哎，撑着他的头，尤其是新手妈妈，荷尔蒙的关系，所以韧带会比较松。你如果肌肉力量不够的话，那个负担的力量就是哇，就觉得很重。或者是那炒菜啊，什么提锅啦，大拇指用力的多啦，大拇指用力用的多，就比较容易妈妈手。是，对。那有时候刚刚讲什么运动伤害，有时候撑。有没有哈？像有做浮力挺身撑啊，或者等等都会。所以如果有这个痛的人，有时候起床的话，他一手一撑，哦，就痛得受不了，这个都会痛。对，所以我说鼓励起床的时候就又握拳头，撑起来会好一点。那数钱数太多啊，有圣经哈，蛮有点会。真的。